经37.4。大点声说话呀吧。啊，我是你，你大点声说话呀，你没吃饭吗？我给你中午吃饭了，大点声。干嘛？这不是你最大的声音吗？我想干嘛你还不知道吗？上路呢，咋的？我给你出谋划策来，你跑，你跑，直接回去打蓝。你搁这打，你肯定死，我感觉。啊！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没用啊，他也帮你演法了。你不同意也没用啊。哎呀，红哥！我操！骸骨渡城。没有人帮 M 木打野，我帮你打。M 木沉浸也没了，快，快打这回。想想，我想想，我感觉那包女人过来反击野，你在那勾引一阵。哎呦，再舔，再舔！啊，我舔不着，五哥！哎呦，可不容易啊！没想到吧？歪了，没关系。盖伦四级了，我操！我这是盖伦怎么？这盖伦怎么杀俩了？啥劲杀的呀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豹女可能是修带呀，我也觉得，我这么像正常人。敲你啊！这个分段你知道吗？我打了这么多场，没见过几个人来反我，没见过反野的，这是修带呀，这是不赖你啊，他可能是王者八个点拳头。一般在面都是玩的打野。对，我这双帽还给你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下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叫十个包女九个带，还有一个带中带。但以这个包女的出装来讲，猴哥，哎呀，猴哥救不了你啊，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。哎呀，那肯定是个小蛋，他戳我戳的可准了。我看出来了，慢慢打啊，没事，稳住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
我跑车，问着你哥，你等着啊，没事，这都好赢，不急，慢慢到。我又回来了。操，没换掉！哎呀，有点可惜。我反应有问题，反应慢了。别急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宝。你别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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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，稳住，别慌啊！你可以去对面打野。像这种情况，你的野区待不了的情况下啊，你可以去对面打野。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别慌。想不想成为高玩？我不想成为高玩。别慌，别慌。最怕就是慌了，你知道吧？慌了就遇到什么情况，你也别慌，你知道吧？我慌了，在这打我有点疼，他妈155公斤力。哎呀，别急，别上，我伤害不够杀。你那他杀我。我能拿这个吗？可以拿。哎呀，盖伦来了呀！盖伦来了，往这走来，往这。打他，打他！这波转折点，你还在这撕粑粑你？这波转折点吧，这波你帮我把盖伦杀了，绝对就转折点。凤梨都超神了，那东丹啥玩意儿呢？6-20这把确实有点惨啊。我来救我一下，哈哈。我无敌了，打的都没有，别怕，不着吧？我说没说转折点？我说了吧，是不是转折点？清我们家三郎啊，厉害的三郎你都敢清、啊、哎呦我追不上了，能舔着吗？哎，还有舔吗？哎，你他妈在这装什么线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你他妈在这亮什么牌？你跟谁俩亮牌呢？你要不亮牌，我还不杀你。不敢亮牌，不愿意骂人家，对不起，耽误你了，这骂。但是没办法，这小子太他妈黄了，我得干他。我拿个红。帮你打。你打。你快点打了吧！我的问题呢？
好软啊，应该用不着闪吧，不叫闪了，杀他来接我呀，没事儿。没办法，他有闪现，该走，他得回来打红。你不理他，你也打不过他呀。还出美甲窃魂卷，你会为你的美甲窃魂卷付出代价？你他妈老老实实给我出个钉，啥事没有，你非得给我出美甲窃魂卷啊！看怎么杀你啊！那就更容易呀！大大大大，好大！这个有点多呀，别打了吧。百姓打小兵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！三个 ADC 唯一的优点就是打大龙呗，别的优点没有。那大龙至少能让我们守三分钟。打那就打呀，那薅着，哎，薅着没在呀。舔！操了，还他妈有个跳弹！没事，打野死了。没事，打野死了也没咋。高女过不来，我操！我才发现他们家少个人啊。绝对是给对面打的，
你们着啥急打聋子？我正找着人呢。你只要舔着豹女啊，宝，你立刻就大了，你不用再等一下子，你知道吧？你只要舔着它，你立刻就大了。你要不立刻大它，它就跑开了。又回家。舔舔舔舔舔，别怕。好大！哇，你这会舔的漂亮啊！找到龙，你们大龙，你们大龙，我推中。这大龙啊，你跟我来干啥呀？那能打过龙不啊？说话听不明白呀、啊！卡特挺有意思啊，他们家的卡特送不少。当兵，这打团就随便打了。无论你舔谁都能打吧、啊、我们家伤害特别高，无论你舔谁随便舔，就是看着人你就往前冲，你别怕。你现在就是无敌。赢了吧，我就说你别急，你不要慌。啊，对面小戴也不行呀、啊、也不行啊，对面小戴四打五就打不过了。嘿，真是的，我天哪，四打五就打不过了。